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鸡犬升天》，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哎，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伙儿。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不错，说的不错，啊，一段快板的节目叫《同仁堂》，下去休息休息。啊，见功底，见功底，非常的专业啊。人家这个一看，在家练了多少遍了哈。那是。站在这边，这是高峰高老师的一个徒弟啊。嗯。叫宋浩然。哎。啊，站在里边呢是孔云龙孔老师的一个徒弟啊，叫于小怀啊，于小怀，这都是我们七队的队员啊。对，下去休息休息，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节目一场接着一场啊，该我们表演了。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快说，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啊，没有什么名气，我叫孟鹤堂啊。您看，大伙儿捧，您太捧了，太捧了。太捧了，太捧了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嗯！谢谢各位。介绍完我了呢，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啊，我这位老师呢，跟我合作很多年了。是的，啊，他有一个人的名字啊。废话，那个怎么说来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嘛？怎么讲？对不对？人怎么说的？那个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啊，人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他叫刘春生，大家刘春生。春生老师的相声说的非常的不错，在咱们德云社也是去。哎，你先，你先等会儿，那孟春燕。我春燕干嘛呀？我叫什么？你不是刘春生吗？姓周。哦，周春生。哎，姓什么春什么什么春生是吗？你周九良。周九良、啊，周老师相声说的非常的不错呀。哎，您可啊，怎么没有掌声呢？周九良这会儿应该有掌声，快点掌声。啊，对。这可是我亲生的搭档，您也不给接过眼儿、啊、人怎么鼓掌啊？废话啊！这位老师叫周九良，马上非得给肩膀是吧？哎，对了，嗯、啊，九良老师现在来说很受这些个啊女同志的喜爱啊，大伙儿捧啊，大伙儿捧，嗯，因为什么呢？因为至今未婚啊，嗯，您那周老师来讲，你看现在啊、嗯，知道打扮了。是啊，人五人六的，你看，你瞧瞧啊，你知道穿了也捯饬的呲儿啪的。我之前都光屁股呢，是吗？什么叫知道穿了？我是知道冷了，我是。不是之前不是光屁股，之前不会穿也不会打扮啊。你说刚来北京那会儿，您说穿搭啊？我们俩搭档时他17岁，嗯，刚来的时候16岁，来的北京。刚来北京前，来北京学相声，岁数小啊。家里说这孩子实在不行，我们不要了，送去学相声吧。嗯、好家伙！啊，多招恨啊！你在家里太能吃了啊，太能吃了，嗯，又没有什么用，嗯、又不爱学习，是、啊、送北京学相声，好家伙，到北京德云社，嗯、人德云社也不愿意要这个，哟，对不对？嗯，你怎么办呢？当煤球烧了，也是个小性命，好家伙，你不合适，嗯，对不对？你跟这留着吧，拿我供暖来了。那会儿在北京、嗯，人家都有宿舍，他没宿舍，哦，啊，一个人来的，你琢磨那会儿他形象也不好，哦，他胖。哦，对，那会儿是富态点儿、嗯，就不是富态点儿，他200斤吧，二百来斤，200多斤是。那你现在看他瘦了，嗯，他现在193，对啊，瘦点儿了，瘦点儿了，嗯，那会儿200多斤，好家大胖子，是296、嗯、是吧？大胖子，可刚来的时候可胖了，嗯，又胖，眼睛又小，是啊。长得不好看，嗯、小眼睛啊，呲着大牙，嗯，然后那会儿头发后边还梳一个什么嘴儿、嗯，是吧、嗯？前面是秃的月亮门、嗯、啊，那个丑啊，嗯、好家伙，穿一大背心子、大裤衩子，端一大茶缸子，这么，我什么形象啊？给他送去学二人转都不多，嚯、那会儿就这模样，就是那会儿，那嗨，那二人转退回来的那，那说实在，实在是太惨了，嗯啊，你再来德云社，德云社不让进来。嗯，不让住，嗯啊，你怎么办？嗯，那会儿离撇家舍业的，在外边自己一个人混，有这形象，头无片瓦，脚无立锥之地啊，是一个人在北京，嗯，就这模样，人家周九良在北京愣找着一个对象，哦什么哦？家里烧锅炉可能缺煤了，可能，
哎，我都那样了，还有对象？有，找一对象，这对象别说多漂亮啊，太好看了。怎么好看呢？哎，如花似玉一般，你瞧瞧啊，如爆米花似烤山芋一般，这好看得了？不是开玩笑，开玩笑，长得确实漂亮，嗯，长得确实漂亮。怎么比方这姑娘怎么漂亮呢？啊，打个比方，迪丽热巴见过吗？大美女，大美女，哦，咱就这么说吧。嗯，迪丽热七、迪丽热八、迪丽热九，加一块儿，没她女朋友好看。哟，那长得是，哎呦，真是如花似玉。嗯啊，嗯，倾国倾城啊，这还倾国倾城啊，长得那是又狗狗又丢丢。哦，这老北京话，太好看了。嗯，太好，白富美。又有钱哦，长得又好看，是又大长腿，你瞧瞧啊，你那会儿就反正就是稍稍比他长几岁啊，他你那会儿是十六七，我是十六七啊，那姑娘是63，对，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多大？嗯，63呢。我是看上他的退休金了是吧？我说迪丽热七、迪丽热八、迪丽热九仨加一块儿赶不上他呀。他是迪丽63呀，你跑这儿加减乘除来了，合着？那多大岁数？多大岁数？哪有63呀？36，啊，对对对，这行，这还行，36啊，这还行。你看他高兴了，他高兴。什么叫我高兴了？迪丽36，36啊，36，白富美啊，长得好看呢。是，人这姑娘从前从来没交过男朋友。36老姑娘，老姑娘没交过男朋友，你瞧瞧，没交男朋友，青春少女，养着她，嗯，养着她，嗯啊，嚯，人住在那个大别墅里头，她那会儿脾气还不好，跟人吵架，是啊，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搬出你的别墅，我有什么脸呀？我在那儿，你看就这样，就这样，啊，我就这呵，您是硬点吃吗？啊，她跟她。用不着，用不着，哦，软着吃挺好。哦，好，是的，你牙口不好。就我有这个态度的，这还没结婚呢。你牙口不好，这婚后他不是反了他吗？不是。行了，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哦，啊，对，但是他我就是脾气大。他确实臭脾气，对，他臭脾气。嗯，我信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搬出你的别墅。呵，人姑娘也有脾气。哦，他也有脾气，对不对？哦，你搬可以。哦，可以。但是，嗯，你把我给你买的东西都还给我。他买什么了？你周永亮还你就还你啊。人姑娘其实想留他。哦，对不对？他这脾气上来了，好家血灌同仁，嗯，还你就还你，皮夹克你买的吧，给你。我家毛衣你买的，给你。我这两件衬衣你买的，哎呦，给你背心你买的，给你大皮鞋，给你大皮裤，给你我这一身得费半头牛吧，我得皮毛裤，先等会儿，是皮的还是毛的？皮毛一体。哦，给你，哦，外边是皮的，里头是毛的。对，哦，毛秋裤。对，毛秋裤还给你，多扎的慌啊！内裤能不能再借我穿两天？好家伙，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全是人家给我买的，都吵到这份儿上了啊！你琢磨他女朋友能？你说不行，给我脱下来，没有台阶了，没台阶了。是啊。内裤脱下来，嗯，啪就扔地上。嗯，你先等会儿，这内裤也是皮的呀，一丝不挂。好好啊，脾气太大了。嗯，一扭头夺门而出，不理他了。他女朋友把他追上了啊，还是舍不得我，把门又夺回来。下回家里这个门啊，换个稍微大点的。嗯，您琢磨，那么大小伙子，嗯，身无片布啊，嗯，朋友们，你先等会儿啊，什么词儿？身无片布啊，身无，那叫身无分文，嗯，你这会儿要钱往哪儿揣？我问你揣，你想揣哪儿？揣哪儿？
我最起码我买个皮裤衩儿，我身无片布，站在大街上啊，马路边上是跟着站着，200多斤大胖子，多肉头啊，是赶上这街上跑马拉松，得够10000多人呢，赛事啊，他跟着站着，这边跑马拉松的，看见他无一不驻足，拍照，干嘛？比赛都不比了，他这好脸啊，对不对？好脸，我不行，我以后成大明星怎么办？对不对？这照片传出以后，我还混不混了？这还琢磨这呢？嚯，他就琢磨呀，我说挡哪儿啊？是，我说挡上边，挡哪儿？犹豫半天，选择了挡脸。对了。这还犹豫吗？这手捂着脸，扭头就跑。是他捂着脸看不着道啊。对呀、他一跑，踩香蕉皮上了。哟，踩着香蕉皮上了。嚯，福双至，祸不单行。太惨了，踩着香蕉皮，这香蕉皮不远处，正好有一滩拉布拉多刚拉的这么多的一滩屎。哦，这儿哦。他这脸拉多拉了一个绕口令，这是这么多废话。你是你说你弟这脸直奔那狗屎就去了。好家伙，你说这人呢，下意识的反应，这人要摔倒啊，您琢磨，他得用手撑地呀、对不对？但是他又要脸，他就在琢磨我撑还是不撑，这还琢磨呢。后来决定了，我还是撑地吧，对不对？他决定撑地的时候，这个手一拿开，时间过得太快了，是这脸噗就插狗屎里了。哎呦，哎呦，什么呀？你没见过？废话，还真没见过。咱也不知道是脸杀还是屎杀。你想来个手杀来了？好家伙，插狗屎里了。啊。这手一撑地站起来，一脸的狗屎，哇，也倒好，不用捂着脸了。对了，捂着脸手都脏了一会儿。您琢磨，就这一身是，一身什么呀？身无片布。哦嗨，脸上的大狗屎，女朋友不要他了，哦，德云社也回不去，是，我死了算了，哟。迈步就往天桥上走，哦，站在天桥风口上，嗯，就要往下跳。好家伙，你琢磨人，他想跳下，他得犹豫。哦，是哪儿那么容易就决定了？还是怕死，对不对？嗯，跟着站着，站着，大概站了有一节课。怎么45分钟？我等谁呢？我。脸上狗屎都馊干了，哎呦呵！到最后，跳还是不跳？是，一咬牙一跺脚，跳了，跳了吧，腾就跳下去了。跳是跳下去了，没死。哟，怎么回事啊？他一睁眼睛啊，周围都是猪。哟，正好天桥底下过一拉猪的车，哦，掉这猪车上了，缓冲了，哎。拉猪车这司机呀、直奔屠宰场就去了。到了屠宰场，人家得卸车呀，是，对吧？这一卸车得数啊，多少只啊？这一数，多一只。这什么眼神啊？这是啊？是8只，怎么9只？1、2、3、4、5、6、7、8、9只啊！把这屠宰场厂长叫过来了。哇、司机跟厂长俩人数了半个多小时，是愣没数出来多的是哪头猪呀。厂长琢磨，行了，那多一头挣一头的呗。嚯、指挥手下、下刀，一说下刀，周九良不干了，是，我是想死，对，但我不能跟猪死一块儿，是，我不能让人宰了啊。从猪群里突就跑出去了。你琢磨，亡命徒一样，那猪炸圈了，能不追吗？还追我去？后边厂长加上司机加上手下在后边哗
追这只猪啊，啊，他就在前面跑，后边追，追着追着，厂长跟司机就不追了。干嘛不追了？看这猪跑着跑着站起来了。哎，是，没法追了。废话，二师兄显灵了。哪儿啊？一个人站在十字街头啊，身无片布。是的，啊，天上还下点小雨儿。哦，也好，洗了把脸。嗯，脸上啊，雨水跟汗水流到嘴边是又苦又涩呀。哟，仰天长叹。嗯，哎，黑什么呀？二楼的啊，你们家孩子撒尿呢，嘿。哇，不是下雨啊，多倒霉吧。嗯，倒霉还怎么倒霉，没有周九良这么倒霉，最低谷了啊。嗯，最低谷那会儿找我来，找我来，我说你，我得劝劝他呀，你得劝，别的不懂我能劝人呢。哦，对，帮不了别的能帮帮你这心理上边的，对不对？哦，解解宽心啊。我说你这你就不懂了，人生的漫长，哦，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是，楚王随雄难免乌江自刎，汉王虽弱却有万里江山，满腹经纶白发不地，才疏学浅少年登科，有先贫而后富，有先富而后贫，蛟龙未遇浅深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止，人不得时利运不通。盖人生在世，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欺，此乃天理循环，终而复始者也。我跟您各位一样，什么呢？都不明白这里边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你说他干嘛呀？但是我得劝你啊，挺热闹，我以为你想开了呢。我得劝你，我得让你知道我啊，是我，你是我就知道什么叫否极泰来。怎么讲呢？对不对？你好，你坏到一定程度了，坏到极限了，你得反弹吧，对不对？你得往好了好了去吧。你看现在人周九良，现在人现在多好，嗯，对不对？人能跟孟鹤堂一块说相声，哎啊，是，这多好，嗯，对不对？现在粉丝多少了啊？粉丝400多万，呵，你瞧瞧，微博粉丝啊，400多万，嗯，是不是？是啊，那够意思了啊，嗯，哎，不对，现在也好了，嗯，自己在北京买车买房买房车，我怎么那么折腾啊？我每天上下班骑着大哈雷，哗，身无片布。啊，这回不是生活所迫了，是不是？这是兴趣爱好。对对，纯属个人爱好。嗯，人家现在有钱了啊，有钱了。是，老话说得好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你别看他这造骑大哈雷，嗯，他们家都是，啊，他爸爸他一火，他爸爸不行了。我爸爸也是。他爸爸都不知道怎么着了。哦，他也身无片布了。啊也不能说身无片布吧。干嘛呀？他爸膨胀了。他膨胀什么呀？膨胀啊！我儿子火了。嚯！我儿子火了。是。啊！我儿子是周九良。啊，对。周九良是我儿子。嗯。我儿子。你差不多了。我学你爸爸嘛。哎，行了，可以。啊。我儿子周九良啊，我火了，我儿子火了，我出去怎么走路呢？怎么着？好，我火了，我爸爸就瘸了，是怎么着？不是你爸爸瘸了啊？你爸爸得琢磨，得走出范儿来，得走出风格来。这什么风格？我儿子活了，我得走出德云社德云班主、七队队长啊、孟鹤堂他搭档的父亲的范儿。我父亲前头这个 title 还挺长。一出门穿着打扮不一样了啊，这有什么区别？戴着一水獭的帽子，水獭哦啊，那个皮草水獭的帽子，嗯，穿了一身貂，哟，太帅了啊！好家伙，老头精神，嗯，啊，一出门都这范儿，嗯，都这范儿，生怕帽子掉了，嗯，啊，水獭的帽子，哦，帽子还容易掉。这手拿一条小鱼儿，对，拿小鱼儿干嘛呀？万一水獭饿了怎么办呢？不是你先等，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你等，你先等会儿。头上那个水獭啊，活的，这都是保护动物，知道吗？活水獭，你爸爸这儿遛水獭，在你爸爸脑袋抱着，
嘿，好家伙，卡皮巴了啊！这身貂也是活的呀，一身貂。你先等会儿，小貂都在你爸爸身上抓着。我好家伙，抓一身。嗯，面牌子上下板儿板儿。哦，一身貂，一身就是有点遭罪。怎么呢？啊，夏天太热，夏天也穿这个，春夏秋冬不离身。哦啊，这些貂都太爱你爸爸了，感情好。要是太热了怎么办呢？嗯，怎么办？在马路上一蹲，哗哗啦掉一地貂。嗯，他爸前面哗跑，这是身无片布了就。我爸爸也反正他里边还有一个钉子貂。好，钉子貂，有叫钉子貂的吗？他那个那应该叫什么呀？对吧？废话，他有一个小貂，他长一个钉子型的。啊，可以。他兜着你爸爸。行了行了。啊，等你爸爸什么时候跑累了站住了，小貂追上你爸爸，抓住了。嗯。还有一点就比较骚气，咱们啊。味儿太大了，味儿大啊，味儿大。嗯，尤其菜市场，他爸爸一上菜市场，嗯，卖菜的那个大娘啊，哦，那大娘阿姨啊，阿姨跟那儿卖菜那洗菜呢，嗯，提鼻子一闻，你嗯什么呀？周老骚来了。谁？说你爸爸呀？还周老骚啊？啊，再看你爸爸拿着小鱼进来了，嚯，进来了，嗯，挨个摊问，问什么呀？挨个摊问，问什么呀？问人那卖猪肉的啊，你。知道周九良吗？哦，在人问谁啊？人卖肉的不知道周九良。啊，多少钱一斤？您那肉早晚烂摊上，没人买你那肉，知道吗？推，多欠儿呢。卖菜的，嗯，认识周九良吗？嗯，认识啊，德云社说相声的吗？行了行了，打住打住。怎么了？干嘛呀？我儿子。啊，是不？我儿子，行了。今天你不用摆了，嗯，啊，都打包拉家去结账，所有今天你下班了，打包拉家结账啊。说认识周九良，这啊包圆了，啊。你认识周九良吗？认识啊啊，跟孟鹤堂一块说相声那个周九良吗？啊，我认识，是是，哼，周九良，我儿子，啊是，哎，啊，打包今儿不用摆了，拉家啊拉家结账，这也打包结账。你认识周九良吗？嗯，正给您打包呢。哎，好。这不认识也熟了，嗯，啊，嗯，就这范儿，就这范儿，就这样。开车出去，嗯，开车出去，哇，出去，马路上，嗯，开着车，这边有一个货车，嗯，跟那卸货，哦，啊，卸货有一人站那看货，嗯，他爸爸开车一脚刹，呲，摇下窗户来，哎呀，天价豪车都是摇的，问那小哥，嗯，哎，知道周九良吗？知道吗？小哥站着，人家工作呢，也不能说话，啊，点点头。哦，认识。他爸来劲了啊。嗯，行了，别装了。嗯，别装了。干嘛呀？啊，嗯，我要了，搁我车上，都卸我车上，别往里装了，卸我，快点卸我车上，我急了啊。好家伙，他爸爸判了八年。对。凭什么呀？运钞车。对。这不疯了吗？后来也发现是一场误会。哎，对啊，减刑两个月。对，直接枪毙吧，要不？那倒不，那倒不，这还减什么刑啊？这那倒不至于啊啊，就是不减不行吗？是一场误会。嗯，你说他爸爸是不是膨胀？哦，膨胀，他更膨胀。我啊，他那膨胀不行，天天在家捧着手机啊，就看看什么呀？今天涨几个粉丝？哎呦，哎呀，掉俩，掉俩，哎呀，掉俩，哎呀，太难受了。嗯，掉俩。四百万粉丝，四百万粉丝，嗯，一人给我一块钱，嗯，四百万，对，你说谁能给一块钱呢？是，给不得给十块吗？哦，一人十块钱，嗯，那得四千万呢，四千万，一人要给一百块钱，哎呦呵，不少啊。不少零，反正啊，那这些钱怎么能给我呢？得想个主意，这想个办法，真走心了啊！哇，
什么主意呢？怎么能把这钱挣到手呢？你有粉丝你得变现呢。对呀、啊、我死一回让他们来参加我的葬礼，对不对？是我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死一回，我没钱了也是死一回，现在有钱了也是死一回。你这头脑比较简单，想不到别的办法吗？好的，死一回。好的，对不对？你琢磨呀。你说上动物园看猴你还得花七八十呢。啊，是你参加葬礼你不得花点吗？嗯嗯嗯，对不对？就是收人份子钱啊。哦，哎，我这一进去葬礼上摆一个大铜钱，大铜钱干嘛呀？弄一缸可以投硬币，咱可以许愿。拿我葬礼当庙会呢是吗？哎、行，想好了。嗯，四百万马上到手了。嚯，嗯，4000万，4000万，4亿，管他呢。来多少人挣多少人钱。嗯，回家开会，是所有人家里所有人都召集起来了。嗯，客厅里边开会，是都坐好了。他站起来了。各位，我先行个礼，要死。我是要死，你说听得一头雾水，什么叫要死？嗯，我要死一回。嗯，给自己办个葬礼。嗯，他爸爸一听这话反手啪一个大嘴巴。这干嘛呢？这是甩出俩雕去等雕呢。小雕跑回来了。周九良，这雕也是算居家服啊，是吗？啊，你爸爸我还在呢，你知道吗？是是啊，是。你这要办葬礼，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知道吗？啊，这是不吉利。要办也得我给你办。对，你说这话多混蛋。他妈站起来反手啪一个大嘴巴。嗯，我妈也一身貂啊。你妈等狐狸呢。好家伙，你们就作吧，你们就作吧。嗯，办现在你就死。他妈生气，他媳妇反手啪一个大嘴巴。他等的是什么呀？嘎吱窝痒痒挠挠。好，他老丈人过来啪一个大嘴巴。嗯，我同意啊。他丈母娘过来啪一个大嘴巴，复议。他小姨过来啪一个大嘴巴，嗯嗯。门口修自行车张大爷过来，啪，出去。怎么了？张大爷干嘛来呀、啊？他张大爷看屋里挺热闹，都能打，他以为他也能打呢。拿我当景点了，这玩意儿。行了，要办尽快办。啊、嗯、啊，赶紧办吧！打电话报丧。报丧。他爸爸打电话就是通知人家啊，这会儿报丧不能他自己报了啊，废话，他爸爸打电话报丧、啊、给谁呀？郭老师打电话啊，给我师傅。喂，嗯，德刚，嗯，德刚，哎哎哎，嘿嘿，那个跟你说一下啊，你那爱徒死了啊、嗯、啊，对啊，不是栾云平，不是栾云平啊，栾平算是爱徒，非得栾云，那个周九良啊，对了啊，对对对对，哈哈，对对啊，是是是。是死了，刚死的，死得很脆，嗯嗯，嘎嘣就死了，哎哎，死的怎么还死了？啊，明儿办葬礼过来啊，哎，好好好，呵呵，不要太伤心啊，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哎，好，德哥啊啊，明儿见，明儿见，哎，再见，拜拜哟。给于谦于老师打电话啊，于老师，喂，谦儿，嗯，谦儿，嗯嗯，啊，干嘛呢？烫头呢？啊啊啊，啊，跟你说个事儿，嗯，你那干儿子死了。嗯、啊，对对对，就是周九良，你猜对了啊！哈哈哈哈，对了啊，对，明儿办葬礼啊，行，嗯、明儿过来啊啊，好，烫好头来，好好好好好啊，哈哈，好好好，哎，别太难过啊啊，哎，节哀顺便，节哀顺便，哎，好，谁跟谁说节哀呀？给一条龙打电话啊，等会儿，这一条龙是谁徒的呀？一条龙什么谁徒的呀？是干嘛的呀？一条龙，这个。丧事一条龙啊，哦，人管办这个的，哦，给一条龙打完电话，人这事儿快，嗯，当时人家开车就来了，是，咱是爷俩在门口等着人家，嗯，一条龙一下车还挺客气，嗯，那个您节哀顺变，是，您家哪位去世了？他爸爸一直周九良，他，嗯，一条龙看看周九良，看看他爸爸，要不再上医院看看？啊，去医院。他爸爸说不用，一会儿准死，走。嗯，扭身进屋了。
一条龙跟他说：“你快跑！”怎么呢？你爸爸可能要弄死你。好家伙！他一拍胸脯：“不，这是我的主意。”对，一条龙都懵了。你压了什么人呢？嗯，进屋赶紧弄吧。是，进了院之后，花圈往连帐的纸牌齐齐的大棚搭好了。啊，灵堂设置灵堂。嗯，灵堂缺一张照片。嗯，照片嘛，你死了你得惨点，对不对？遗照、啊，现拍。嗯，大拍立得。好家伙，用拍立得当啊！站好了，站好了，给你拍一张那个遗照。这两只站着，还挺端庄啊。你这像死了吗？嗯。你惨点，死了什么样？死了。行，就这张吧。死的。咔，拍了一张。是，这么大，贴那儿，弄灵堂。嗯，哎，灵堂这灵位上得摆东西啊，贡品啊，贡品、水果什么的摆好了，忘带蜡烛了。哟，蜡烛没带。是啊，他爸爸说没事，我刚六十大寿的时候，我这有蜡烛，红，但是红色的，没事，咱这喜丧，没事。29岁喜丧，是不是？喜丧，好家伙！哎，但是呢，我这有点特殊，我这个蜡烛呢是六型，红色的六，那行吧，就摆几个吧，是意思呗。啊、哦，哎，摆了几个六啊，再买俩烧鸡去，去干嘛？俩烧鸡、啊，双鸡666吗？行了，这摆好了，这说着话呢，门口大棺材进来了。哇，太全乎了！他爸爸给他订的一口金丝楠的大棺材，太棒了！这棺材是沙漠两帮萝卜，你金丝楠的子盖，躺里试试，这还试试？周九良躺里试试，躺里试试就是他爸说话了，躺里往里躺，一躺里，哎，别说还真舒服哦，对啊，很合身，就跟定制的一样，躺着躺着睡着了，他爸爸一琢磨，睡着了没关系，把盖给他盖上，闷死了。别闷死，嗯，留条缝儿，嗯啊，早晚有这天适应，还好，留条缝儿，躺里睡，嗯，睡到什么钟点儿呢？啥时候啊？后半夜3点多钟。哦，画的好画师傅来，这干嘛的呀？你爸爸特意从八宝山请的画的好画师傅，哦，化妆呢，给死人化妆，祖上七代单传都是给祖上化。都是给死人化妆的，给祖上化妆的、哎、祖上七代单传都是退一半行不行、哎、哦，认输了是吧？认输了，您你总得服软嘛，对不对？认输赔一半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啊、哎，说到哪儿了？对，画师傅祖上七代单传都是化妆的，都是给祖上化妆的、哎、死得再惨你给我闭嘴死得再惨自己家不死人啊、哎、我还说不说了、啊、你讲讲啊、哎、死得多惨都给你画得栩栩如生哼、哎、就跟活着时候一样栩栩如生对画师傅进了院敲敲门你爸爸陪着雕就出来了您是睡衣也是那事儿、啊、我是画的好画师傅画师傅那来的够早的嗯我们这行不能见光所以来的早那个您节哀顺变您家逝者在哪儿呢我爸在哪儿啊棺材里啊对应该在棺材里那您先睡我忙我的画师傅来到棺材头里把这棺材盖往后一推是看着周九良这面容栩栩如生这怎么画呀啊咱接着活了那也得画呀对不对证明死的比较安详拿一条热毛巾投好了热水拧干了往脸上一敷敷一敷脸呢他这脸能软和点一会儿好带妆好上妆对不对接下来行再敷一层面膜这是为了不卡粉呀真棒啊开始洁面哎洁完面之后非常细致是啊开始画完了之后撒定妆粉拿那小刷子刷着脸一刷着定妆粉它痒啊是一痒醒了
你说你醒吧，你好好醒，他不好好醒。嗯，他醒了之后，他打哈欠。谁想他打哈欠？他想抻懒腰啊，他想抻懒腰，可是这两边是板啊。嗯，他手往上伸，是，他就这模样的。嗯，华师傅看着他，倒吸一口冷气，咕噔就坐地上了。妈呀妈呀，我的祖宗哎，花了这么多年终于碰着真的了。哇，这是诈尸啊，这是。嗯，华师傅不含糊，嗯，从腰间插抽出一张符来。干嘛呀？掐诀念咒，走在这棺材头里，拿这符啪就拍周九良脑门上了。嗯，开始踏步刚。他踏步刚，周九良拍醒了。一丝言是服，谁拍我？这，我真是睡着着，差点骂街呀！真服啊！瞪着眼珠子看，嗯，谁拍我？嗯、正好华师傅踏完步刚回来，一低头，四目相对，嗨，嗨，别嗨了，这咋了？这也太，哎，太厉害了，太厉尿了吧？啊，吓尿了，炸金花，炸金花啊？炸什么呀？他想喊诈尸了。炸尸，这尸字没喊出来呢、嗯。周九良的父亲从屋里听见了，坏了，出误会了。是，一推门出来，推开华师傅，就是他脖领子，啪啪俩大嘴巴。嗯。回来了，说话吧，回来，说话了，小弟儿，讲话了，回来，行，可以了。你死了，你知道吗？嗯，人家给你化妆呢，你知道吗？是。你瞎动什么你？哦哦哦、你死了，知道吗？嗯，准了，我知道。躺下，你接着画。哎，画师傅打心里边由衷的佩服你爸爸。嗯，好家伙。这样我这掐诀念咒，我踏步刚都没用。嗯，他妈给我啪啪！啊，绝对暴力美学，你知道吗？俩大嘴巴，嗯，这绝对是高手啊！是，还是不是？我跟在眼前刷甩出俩什么东西的？嗯，又回来了。嗯，太神奇了，就是、套袖而已。这是高手啊！嗯。赶紧人都给制服了，是啊，制服了，赶紧画吧，快点来吧，手也抖，脚也抖，嗯，越画越丑，嗯，越画越像照片上那个啊，好家伙，画差不多了，嗯，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吧，赶紧结账走人，嗯，进屋，到屋里边找他爸爸，那个先生，您看我这画好了，您给我结账，我想回家，嗯，他爸爸说别着急呀，啊，我还没画呢。我爸爸要干嘛呀？今天您来不少人呢，来客人呢，我得有个妆啊、哦、啊！你给我弄个妆发我画，不行，带着妆，你这站着我不会画。哎，对了，那我躺下，你给我画一个。嗯，他爸爸躺着了。画师傅一琢磨，这能人在这儿呢，我还怕他，是对不对？画吧，让、嗯、人给他爸画。嗯，周良这会儿，嗯，在外边棺材里边实在躺不住。嗯，你躺一宿翻不了身，多窄呀、啊？对，多难受啊。嗯，您各位可能都没躺过。废话，嗯、啊，躺我也来不了这儿了。嗯，你这躺着难受啊。嗯，腿也麻了，也饿，该吃早饭了。是，爱琢磨画师傅也走了，我起来吃口饭吧。嗯，从棺材里一出来，这腿就迈不动。嗯，他麻了。哦，啊，他又饿，他找他爸爸，往屋里走，就这模样。嗯，爸爸。哎呦嚯，好家伙！我是腿走不动道了，我这嘴怎么还跟不上了呢？我饿，刚才你爸爸那俩嘴不抽呢？哦，好，爸爸，我饿。嗯，一撩着帘一进屋，爸爸，画师傅正给你爸爸画着呢，好、啊、又昏死过去了，吓死过去了。嗯。他爸爸来气，你看我这正画着呢，嗯，刚画一只眉毛，你这个我，你赶紧给我出去，
他出去了。我爸爸就是修修眉毛啊而已。他爸把他轰出去，他爸在这抢救化石吗？在这抢救化石。好家伙，这一身貂不碎一地呀吗？貂抓的倒紧，貂的。心在貂，爱进入猎户。啊！抢救华师傅，他出去了，他出去琢磨我干什么呢？我出去我看看花圈吧，送花圈的来了啊！花圈上面有挽联呢啊！他这看花圈，送花圈的往这摆，往这摆，哎，看一人儿，这谁？都面熟呢。看看这个，看照片，看照片，看看他。肃然起敬哈，后边还一送的呢。哦，俩人，快走。快走啊！怎么呢？送这么多年啊，头一回看着本主起来收获的。是啊，万一有到付的呢？俩人吓跑了，他跟着看挽联，是啊，挽联都写字儿呢，上面写着字儿，谁谁送呢？上面还有那个一些个什么语录什么玩意儿，写着什么那个哀悼词，哀悼词啊，西方接引是啊，大概都认识，大概都认识，可是念不全，是，已经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再看屋里。他爸爸那正救化师傅呢，这救上貂在那摇呢。行了，别摇。心在跳。行，可以别摇了，别摇了。画上呢，他爸爸喝多了，端起一杯酒来，放在嘴里边，捧着化师傅，砰！好家伙，化师傅这醒了。刚才，他这会儿进来一撩帘，怎么样了？又来了。化师傅从地上腾楞就蹦起来了，蹦起来干嘛？蹦起来从腰间嚓又抽出一张符来，不管用啊！瞎诀念咒踏步罡，干嘛？踏完步罡拿这符啪就贴你爸爸脑门上了，一指你爸爸，打他！